嗰日咧，擺設嘅朋友咧 call 我喎，佢話有一啲貨品咧新嚟嘅，儲咗你可以攞俾啲網友試下。咁我話都好喎，其實我哋有好多時咧，擺設有啲新嘅貨品都會俾我哋試下嘅。咁啊，既然係咁，我今日又走過嚟啦。我發覺中間大堂呢度嗰幾張凳咧係好奇怪嘅，好奇怪嘅嚇，又唔係。又不是 food court， 又不是成大几张凳在这里。拿了，哇，好多东西喎、这么多东西，那我怎样用什么方法分给网友呢？最简单的就是动晒屋企那里先到先得啦，是不是？那有当好多东西可以回到去才开箱。镜头一转，我走了来这里 food court 那里，很多人都吃过这里有两档的粥的。咁佢哋好早閂門，四點鐘到就閂曬門噶啦喎。咁煮粥對於都係早餐嘢啦。今日咁啱咁巧咧，我就有兩個 order 嘅齋腸。咁我想試下每一間都嗌一個齋腸，同埋有兩個 order 嘅皮蛋瘦肉粥。我又每間都嗌皮蛋瘦肉粥，咁咪可以 compare 到咧。終於叫曬出嚟啦！咁我為咗方便大家分清楚邊間為邊間嘅話咧，所以我作戰就喺左右啦。不如你左邊、右邊見到嘅咧，就係右手邊我哋望入去見到大可以嘅皮蛋瘦粥同埋齋腸。咁每一間咧，其實佢哋都有送豆漿嘅，豆漿就擺喺面頭，有杯你自己斟嘅啫。咁甚至我睇到兩間嘅分別，呢、這個就發泡膠杯，呢、這個就係透明膠杯。它是自助的，咁我先飲呢個係嗱，咁其咁呢邊就係嗰間叫做西街就起曬呢一粒，咁價錢有分別嘅，因為而家係兩點鐘左右啦，咁喺西街嗰間咧就寫住晏晝之後啦，午後特價，咁所以咧西街呢一間咧，我係買咗$9嘅，啊$9包税噶，而大可以咧係用咗$10嘅。咁可能如果當西街冇咗優惠嘅時候，都會變翻$10啩，我唔知啦嚇。所以今日兩點鐘買到嘅價錢就係咁樣，呢邊係$9，呢邊係$10，大家都係皮蛋瘦肉粥加齋腸。咁我先試過送嘅豆漿啦，呢個可以應該可以行埋 review 嘅。兩個豆漿咧，呢、這個西街咧就甜啲嘅，甜啲；大可以咧就淡啲嘅。個淡嘅程度真係好淡，佢又唔甜。你如果個心態咁咯，如果你覺得飲豆漿你都想健康啲嘅，咁我建議你飲呢只啦。呢間嘅豆漿係淡嘅。佢個豆味又唔會係特別濃，但係佢淡啲冇咁甜，咁你飲落去覺得好似健康啲咯。呢、這個就甜咗啲，但係佢甜到唔過嘅喎，唔係話 over 嘅喎，所以你自己揀啦，一個甜啲，一個冇咁甜。然之後，我哋就跳上去，中間嘅角色就係艇皮蛋瘦肉粥啊 ，size 望落去大家差唔多大啫，嚇，唔係個兜一樣大。咁就一間滿到寫咗，咁滿寫咧係因為個師傅畢湯底落去個煲仔嗰度滾翻熱佢嘅時候，可能係畢得多咗啦咁樣。西街因為有啲難度啊，好熱啊，啲面全部都好，啲粥好熱，肉就係呢支 size 嘅，呢啲係肉片嚟嘅，皮蛋就係咁嘅 size。鹹咗啲。淡咗少少，試下呢個先啦。嗱，呢個都係肉，
肉絲嚟嘅，嗰啲肉係肉絲嚟嘅。皮蛋瘦肉粥，嗱、好明顯啊！兩兜咧，其實出品嘅時間係差唔多嘅咋，因為我行埋一齊叫，出品時間唔相差一分鐘。但呢個咧好明顯咧，係隨手拍低入口啊！嗰、那個温度上係冇咁熱㗎，係啊，俾唔到你食一碗粥好滾熱辣嗰種熱辣嘅感覺。啲咩？個皮蛋。如果用論粥嚟講咧，呢兩碗粥咧，我呢個咧就結得滯啊！呢個結得滯，我會比較中意呢一個多啲，佢會帶多少少水，食落去就同埋佢落好多鹽西啊！咁呢個都係少，呢、這個就唔多啦。你面頭見到面頭冇咁嘅鹽西啊，葱嚟啫嘛，就係鹽西係好有少量，好細汁。但呢個咧就大汁喺前面。咁、那個開心指數咧，係世界贏的世界。你仲要平一蚊嘛？我又冚翻埋佢先。嗱粥，嗱前邊嗰個豆漿咧，只可以話打和啦，因為有啲人其實兩個都唔差，只不過你中唔中意？有甜味嘅，可以咁講，一個叫酒甜，一個叫酒甜，一個叫但係仲係甜啦。比拼到去到特腸粉啊！呢、這個腸粉呢，吸引翻個size位置咧，就係大可以嘅腸粉。為咗未搞個食相之前咧，就索性開埋隔離啦。都相似嘅啫，呢個係西瓜，世界大可以。咁你發覺啦，其實咧，我全部都係後期咧，我自己擠咗啲嗰啲麻醬落去嘅。咁因為咧，你睇見啦，如果喺西街買咧，佢本身有一 pack 麻醬溝好似溝蠔油咁上下嘢咧，因為見到佢有啡色面，有黑色底啦，應該係麻醬溝乜乜咁樣嘅。咁呢個就淨係豉油啦。咁佢即係一盒裏邊已經有兩兜嘢俾你，而好似浸到泳池咁嗰啲麻醬係我自己倒嘅。咁如果你係一個外帶嘅客人，你就咁拎走個 package 嘅話咧，你最起碼仲有呢一 pack 嘅麻醬咧喺嗰度咧係俾你點嘅。咁如果喺大可以咧，你就咁作為帶外賣拎走嘅話咧，你只係得到豉油嘅啫。咁麻醬你一定要自己，佢任你擠，但係佢喺面頭你要自己識得打開個蓋去擠。譬如你話你叫 Uber 就唔好睬你㗎啦 ，Uber 咪就咁拎埋拎咗就走咯。所以你攞翻屋企就會冇咗麻醬咯。好啦，事不宜遲，有啲煙韌。好相似啊！兩間其實好相似，嗰、那個煙韌程度啊、口感啊，係我覺得差唔多一模一樣。因為我仲要攞走啊，所以我唔開其他 package 開太多啦，只係純粹喺度咁樣試俾你睇啊，好相似喎、啊。不過我照睇 size 咧嗱，照睇 size， 好似係西瓜西街大盒啲喎，大盒啲喎，好似係啊，好相似。我分唔到，如果希望我分唔到邊間打邊間，但如果打嗰個你見到有兩個盒嘅，就係、是、西街兩個調味盒就西街，一個調味盒嘅就係、是大可以。好啦，呢、這個測試咧，如果我今日帶住 under 十蚊呢個價錢，只係買諗住買呢兩樣嘢嘅話咧，我係會買西街嘅，因為第一個腸粉好似多咗啲啲，個粥亦都滿啲啲，
口個粥嘅粥底嘅口感，亦都係比較啱我心水嘅。去到個豆漿就係屬於大甜嗰只啦，咁唔係我甜好多嗰只，我覺得我係可以接受嘅。咁係咯，只可以介紹到呢度啦。今日其實呢度咧都幾旺嘅，而家疫情開放，即係後疫情啦，好多人都嚟買翻嘢啦。